酸菜肉片，先切番茄片，加少量水把它煮烂。准备五花肉片，用烫火锅的五花肉片最好，切成段，加这些腌料，抓匀，放一边备用。准备酸汤的配料，番茄煮烂以后，把渣过滤掉，留下汤汁，碗里面加水或者金鸡汤，再放配料，加些盐调味。要下肉片之前，放一些生粉，裹一下薄薄的一层。汤烧开后，放进肉片，重新烧开，放点葱花，出锅。更详细的细节，到我的主频道收田园酸汤肉片。